欢迎收看《行车记录器》。大家好，我是 Louisa。Since the launch of Honda CR-V, it has received rave reviews for the most part. Now, 新的限量款 CR-V Super S 有什么样的提升呢？带大家一起去认识它。在限量款 CR-V Super S 的车身上，可以看到新加的 Modulo 四件空力套件，包含前空力保杆、后空力保杆、扰流翼以及车门的下饰条，为身为 Honda 家族热门车款的 CR-V 增添浓厚的运动风格。除了外观造型有所改变，进化后的 CR-V 也在内装与安全上做了加强。在安全上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配备，包括现在最新的轮胎侦测器啊，还有动态稳定系统等等。在内装部分，我们这一次的音响，我们特别有追加了导航，然后增加了非常多的资讯的提供，配合APP， 然后结合在一起，让消费者在驾乘的过程里面，外观美丽，然后资讯非常丰富，增加很多在驾乘的一些乐趣。在台湾拥有广大市场的 CR-V 这次推出 Super S， 除了外观更加动感之外，在安全配备上也有所提升，让车主能享受更丰富的驾驭体验。我们将前往台中参加一场特别的车聚，跟着我们彻底体会改装重机们不是改快而是改帅的至理名言吧。欢迎收看行车记录器，大家好，我是 Louisa。 常听人家说没有一台哈雷车子是一样的，这代表呢哈雷的车子都喜欢标新立异。那今天我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车距，每台车都跟别人不一样。If you like to stand out among the crowd， 那就跟着我一起去认识这些爱秀的车主吧。上百台不限品牌的摩托车，虽然我的车没有像隔壁这么帅，但是待会为大家介绍这次来参加的车子。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他们想要举办这样的聚会。很多的车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改装摩托车的车具哦。今天大概来了几台车？保守估计大概有上400台车哦。怎么会想要主办在这个地方？其实办在九天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啦，因为这次我有做了一个500张的公益海报啊 ，Super Custom 的那个公益海报。那这个海报里面，我们认购一张200块，那把所有的捐款啊，我们来建设九天曙光少年的宿舍。那因为团长也，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是，他把这件事情啊变成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那我觉得我们也一点点回馈而已，一点那玩车的概念，然后回馈给社会，对不对？可以讲一下，今天来这么多台车，每台车都有自己的风格。是。那为什么会想要举办一个这样子的聚会？是想要把所有爱玩车的人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其实这个活动是延续前面6年的 Sportster。Sportster 它在哈雷里面，它是一个车款，对，那也是当然是最大众的车款，对，那我想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把它办得比较更有意义一点，而且不去限任何的车种，不限任何品牌，大家都可以加入，大家可以加入，那用这种概念的思考的时候，我相信这种思维，包括后续的四轮，像刚才有来的很多四轮的，对，他看到了，他就是觉得说，明年度可不可以一起来办一个这种有意义的活动？那对改装这件东西，我们不要去挑战作为法令的问题，而是说改装应该是用一个艺术品的概念，
啊，一个视觉的概念去思考。豪哥，我知道玩改装车很多 believe 一句话，是不是改快，而是改帅。首先为大家介绍这款车子呢，它是走现在美国非常流行的 bagger 路线。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单元中试驾单元常常为大家介绍就是 trunk space 的容量，现在我可以相信这台车呢，它是今天在场地容量最 massive 的，带大家去看。Hello， 路易莎，你好。你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我是 V Rider 的小威。小威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是美国式的 Bagger Style？ Bagger Style 就是从60年代的极简风 Minimalism， 然后到他们的主顾客群当年龄渐长的时候，他们想要一个更 cozy 舒适的骑乘环境，然后但是还是要保留到年轻时候那种酷帅的感觉。酷的感觉。对，我想问一下，因为 Touring 这个车款通常是比较成熟人在骑的，对，那你加了很多很 sporty 的 elements 让它比较年轻化，可以介绍一下你改的部分是什么？ Touring Bike 再改成 Bagger 的重点就会在于，就是说会要有比较夸张的一个大包的套件，嗯，例如说有车灯的加长的部分，大的轮子前突出，然后甚至你的油箱也需要这个拉整体的线条，这样就会变成说在彩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整条很流畅的线条出来，嗯，它custom piece是非常流惯性的。 对， 对， 对，是的。那 Bagger 的这个 style 是主要它是 focus 在后车厢的部分吗？对，是的，它是看起来比较夸张，给人家比较夸张的感觉，嗯，对。那这台车子你改这样子大概花了多少钱？这台车新车那个时候大约是120万，嗯，然后后续的改装费用大概80万左右。80万，我们可以买一台车子。这台车真的非常昂贵啊，可是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视觉上的比较强烈的风格吧。对对。所以它的轮子的部分是没有改，其实是主要是改外观的部分。对，因为后轮的部分就是从它后面的大包上面做结合，嗯，这样子。OK， 所以主要都是外观的部分，那性能上就是没有在。嗯，因为新款它的引擎已经到快1600cc 了，嗯，所以其实，在舒适性上面，其实动力上是够的。对。所以你喜欢这个 Touring 的 style， 再加一点点 Bagger 的感觉。对。那你应该有常常环岛，让大家看你的爱车。有没有？有没有 go on road trips 之前？ Yeah， 那我们上个月才结束大概环岛的行程，这样。好，那下次我跟着你一起去，好不好？那要看你有没有空喽。那看公司要不要让我 let me out， 对不 对， 对？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玩。OK， let's roll。Okay， yeah。 好，那我们看完这款 Touring 的车款，现在带大家去看更多独特的车子哦。我们走吧。这款车呢，它是一个美国品牌车，但是它有浓浓的东方味，是一款东西合并的车子哦。Hello， Arthur。Hello。你要不要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say hello 一下？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Arthur。Hello， Arthur，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车子吗？这是一台 Softail Crossbones。对，这台呢，原本是一台2009年 Harley Davidson 的 Softail Crossbones。那我在原本的车型上面做了一些修改，首先呢就是前轮的加大，我把它原本的小车轮加成21寸的大车轮，这样比较有现代的线条感觉出来。我发现在外观的部分你有很多 custom paint 的部分，对，对不对？我希望这个 custom paint 是有一个亚洲的元素在里面，融合整个美国古典的车型，做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风格出来。所以 Softail Crossbones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车款，但是你加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对，没错。它除了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饰板，对不对？对，这个饰板是搭配整个烤漆的部分去做定制的部分，那整个希望让整个车有一个整体感出来。那颜色我看到你选择是金色跟黑色的搭配，你这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金色跟黑色的搭配，这个首先是我个人的喜好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能用金色在一台整个都是黑色的车里面，凸显一些比较有亮点的部分。我想问你啊，我发觉哈雷车主都很喜欢改哈雷，这个为什么会想要一直改他自己的车子？其实我们都说我们不是骑摩托车，我们是骑哈雷。那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台车都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在里面。看到车就想到人，看到人就想到那台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脚下的这台哈雷呢是
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在里面的。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在这设计方面你都有非常 involved， 你都有参与？对，我第一次参与改车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我的车库里面花了5个月改装了我第一部哈雷。那搬回台湾之后，我跟台湾当地的技师合作，去把让这台车更加的完整。对，更加的个人化嘛。所以经过你的巧手，还有台湾技师的巧手，就有今天的它，对不对？对。那在性能上，你有做什么更变吗？性能上，我把现在的电子喷射改成传统的化油器供油模式。那原因就是传统化油器呢，虽然说比较不环保，但是它能呈现出哈雷传统经典的3拍声。3拍声，我们可以听一下吗？当然。那我坐上来了。好，你帮我发动一下，听一下这个3拍声，所谓的经典3拍声是什么？3拍声啊。Music to our ears, absolutely.中心文化的结合，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原住民文化跟美式重机合并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Hello， 阿法师你好。你好，我是 Luisa。你这个车子到底是什么车款？我这样看过去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车子。这台车是用1992年的 Touring 改装而成。Touring 的车款就改 Touring 的，不是很大台很高吗？你的车子非常低，你改了什么地方？基本上我们是把一台1992年的 Touring 只保留了引擎跟变速箱的部分，剩下部分全部拆光。对，我们从车架。其他前叉油箱部分全部都是自己做的，而且感觉非常低，是不是连避震器都拿掉啊？也是的，是不是骑起来非常的 bumpy， 非常的不舒服？感比较硬，可是看起来非常帅。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设计概念是什么？这个图腾，这个是图腾，这是什么样的 design？ 图腾是使用我们原住民的特色，因为我本身是排湾族，对，所以我把我们排湾族比较具有象征性的图腾加在这台车上。什么样的图？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这是什么？扑克牌的 diamond 吗？再猜看看。这是什么？你透露一下，透露一下。都讲原住民了，好猜吧？是跟动物有关系吗？还是跟……好，那跟我讲一下什么动物？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百步蛇的图腾，它基本上的纹路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是百步蛇的纹路？是的。其实你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啊，这个菱形的，就是连脚踏板都有，对不对？空滤。对。还有刹车盘。非常的不一样，你怎么会想要有这样的设计概念？只是想说把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再加进来一些比较不属于本土文化的作品上面来呈现看看，就是你有个人风格的车子，在骑在路上大家就知道这车是你的车子，因为这种车是属于客制化的，我们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想法下去做的，所以这台车才能跟人做结合。我觉得这台车非常好看，有点 low key， 可是又带一点 aggressiveness， you never know when it's gonna strike， 像百步蛇一样。酷炫的车款，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少点什么呢？今天的这个车具还有别的亮点啊，就是我身边的玛利亚，还有旁边的 Showgirls， 对，我怕。打完了，收工了，大家谢谢收看《行车记录器》，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添加概念车 S-Cross 元素的 SX4 Crossover 现身了，除了尺码比 SX4 大上许多之外，在性能表现上又有什么提升呢？广告回来为你揭晓答案。It's time to make your great escapeHeaven knows you need a break. Forget your duties, forget your cares. It's good to get away. So feel the colors, hear the sounds. Let them lift you off the ground. But don't delay, don't hesitate. Don't miss the great escape. 这一次台湾精灵汽车引
进了全新的 SX4， 为了凸显它的跨界特质，在后面特别冠上了 crossover， 正确的车名叫 SX4 crossover， 这样也让它跟旧有的车款得到一个很好的分辨。那么未来这一台 crossover 会跟现行贩售的 SX4 一起做一个销售。OK， 首先我们看到车子的外观，它很多设计的元素都是取自于他们自家的概念车款 S-Cross， 就比如说它的引擎盖立体的折线，而且它有点像蚌壳状，它跟我们之前试驾的 Evoque 有一点类似，下方有一个六角形的水箱护罩，中间用了雾黑的涂装，这些都是取自于 S-Cross。 保险杆下方整合了雾灯，周围呢还用了 U 型的镀铬饰板来强化质感。车身的周围呢都有黑色的防刮材质，不过在中间的下方用了银色的下银漆饰板来强化它看上去的感受。保险杆上方有两道非常明显的折线，让它看上去有棱有角，这是这一次它的设计上比较特别的地方。灯具的部分，小灯、方向灯、大灯、远灯、雾灯，通通都是传统灯泡。车侧，这一次的 SX4 呢，它的车身尺寸被放大了，多了150mm， 车宽呢多了10mm， 不过它的车高降低了20mm， 让它看起来更低扁，整个车身看上去颇有小型 SUV 的姿态。中间有一道腰线，一路从车尾延伸到车头灯，这个是取自他们的概念车 S-Cross 的元素。轮胎尺寸的部分，205/60R16，车尾上方有一个尾翼，整合了第三刹车灯。不过我觉得稍显短了一点，它如果可以凸出来一点的话，其实看上去会更有运动化的感受。尾灯组经过重新设计，让它从后面看上去，它的眼神非常的锐利。里面用的是传统灯泡，尾门开启的方式是电磁阀开启。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容量有430公升，当然可以透过6/4分离引背倾倒获得一个大空间。SX4 Crossover， 它的内装设计有了全新的家族设计概念，就是六角形的银色饰板，中间整合了冷气出风口，还有音响主机，搭配两侧的饰板、门板上的，还有排挡杆周围的，让它整个车室的质感呢，看上去还不错。再加上它用了硬质塑胶、软质塑胶的搭配，这个摸起来的触感也是不错的。那么首先坐到的这张座椅啊，它虽然不是皮椅，但是它不管是摸上去的感觉，或者是看上去的感觉，其实质感的呈现上都很不错。前方有一个三辐式的方向盘，上面用了真皮包覆，整个握感来说还不错。上面呢还用了类金属饰板来做一个点缀。前方双圆式的仪表板，中间呢有一个单色的资讯幕，分别显示着时间、温度、档位，还有平均油耗、瞬间油耗等等的基本资讯。音响主机方面，你可以看到它有 FM 功能、AM 功能、USB、CD， 但是比较复杂的功能，像是跟手机做连结哦，这样的功能它可能就不支援了。下方有双区的恒温空调。这次它的车长增加了，所以非常明显的膝部空间变大了。我身高180公分，前座我已经调整成我的标准坐姿，现在我的膝部空间大概有2个拳头，头部空间大概是1个拳头。乘坐起来的感受上面，它的发泡棉真的觉得蛮舒服的，不过唯独的缺点就是它的坐姿稍显僵直了一点，不过它的椅背有一个往后倾的调整功能，虽然角度不大，可以把它调整到最倾斜。
今天要试驾的是 SX4 Crossover， 它搭载的是一具自然进气 1.6 升直列四缸引擎，最大马力 119.6 匹，在6000转的时候会产生，最大扭力 15.9 公斤米，在4400转的时候会产生，搭配的是 CVT 的无段式变速箱。那么我想 Crossover 跟 SX4 它最大的不同，除了空间上的差异之外，就是它换上了 CVT 的无段式变速箱，那么让它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呢是更顺畅，而且更绵密舒服，而且呢它的油耗表现是更好了，来到 17.4 公里每公升，有一个不错的节能表现。那每一台车都有每一台车的个性，当然这一台 Crossover 也是如此，当你在市区巡航的时候，或者是你想要小小的加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厂为了要强调它的节能表现，所以把它的转速降得非常非常的低，让它的扭力呢也是在一个够用的极限，所以它伴随的就是会出现一点点的抖动，还有一点低频的共鸣产生。其实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这一台车的特性，你可能要花一点小小的时间去习惯它。主被动安全配备七具气囊，第七具是膝部气囊。ABS 刹车力道辅助系统、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还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非常的齐全。那么今天这台车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展现出一个不错的稳定度，不管是在高速前进或者是高速切换车道，都有一个很沉稳的表现。那么在山道上来说的话，尤其到了上坡，它 1.6 升自然进气的引擎搭配 CVT 变速箱，让你油门踩到底，大概也只听得到嗡嗡嗡嗡嗡的声音，但是对车速的提升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不过其实，他们把这个引擎室传来的噪音呢，也抑制得算相当不错了。是上坡路段，你会发现它的 CVT 变速箱跟引擎发出来的声音其实还蛮明显的，但是对速度上的提升呢是比较慢的一点。在弯道上来说的话，我非常欣赏这一块的底盘设定，你会发现它是一块非常坚硬的底盘，搭配一个非常 Q 韧的悬吊，在高速入弯即使遇到了坑洞，这个悬吊它也不会软脚。那么前面呢，它的车头还有推头，车尾不太会甩尾，非常的听话，好驾驶。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底盘设定比它的动力还要强上许多的车款，你不管怎么去操驾它，即使不太会去突破这一台 SX4 Crossover 的极限，所以放心的去驾驶它，享受它吧。以这样的车型来说，其实它的操控真的是让人很满意。通常这样的车型车重在弯道呢，有时候都会出现软脚现象，但是在这一台车上呢，其实是找不太到这样的现象。优异的动态表现，完整的主被动安全配备，加上它进口的身份，我相信全家大小一起开着它出游会是一个不错的体验。现在是五月，之前跟各位提过是赏桐的好季节，现在西平公路是一片雪白，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我是逸晨，我们下次见。